江头过来到台中，台中市政府警方扣团董事行凶宋强，连杀两人判客家民事千人案，竟然这个团才提十三件的压榨来合作，来推出董事客家民事判作，让多位厨师路上作业点出一人的输入菜，而由大家去到董事客家中是土地的客家民事。来自贵宾楼餐厅的龙凤双拼，有请。都市的是生煎传统一家，不只是家的小卤菜，有蜂肉、一个海鲜一道。而用起食的菜，下面煮是都是老料，是菜体的客家菜。客家菜跟某辈某公关的是安能跟搭建的客家菜及自家亲友特色的东西拿出来。啊，为去年的十一家变今年的十三家，都是因为安样。当年用来东西哈，来吃点千人宴的朋友哈，各看无同款的体，那种要体验。连续六年的客家美食千人宴得到民众热烈回响，台中市政府和各同业者合作，晚上开一百桌，结合客家艺文团体，国民众一片新美食，一片狂表演。那这两年的活动下来，几乎整个半桌的活动都是秒杀。透过这样的活动，从体验美食开始。进而促进整个东势的文化观光旅游的发展哦。台中市警方曲讲，客家千人宴往摆台是客家乡村景象，今年开放聚会的桌次近了一百多人，希望民众是在把握机会，去下去东势赏赏看风景、吃美食。客家新闻李新龙台中报道。